好，我们今天到哪里？哎，那我要不要讲一下为什么我今天没戴眼镜？我眼睛好小哦。你换一个隐形眼镜。因为那个上次拍那个晚上的，然后我发现眼睛会反光，眼镜会反光，然后绿绿的，就想说就不要戴眼镜。很久以前我拍过一次，然后今天再拍一下这个西八号码头的这个炸鸡。上次在宜兰没有吃到鸡屁股，有点遗憾。然后今天再来吃那个鸡屁股和鸡翅解馋。这个。这个。你要什么？这是我最喜欢的鸡屁股。一块鸡排牛肉，然后一份地瓜，一点点梅粉。你要不要买一些那个手术的？我们很少吃咸猪脚，我们都吃鸡翅，反正我们就买我们常吃的。哦，就一个鸡屁股，嗯，然后它涨价了，不用叉叉，那就买四只，好，四只一百。好，来一点，那什么？我要鸡屁股一只，然后那个鸡翅四个。辣辣吗？都不要辣。胡椒粉。就少。好。好。可以啊。可以。还要什么？这样就好。可以。可以。好。好。这边好像都会看到垃圾哎，这样嘞，这样拍，还是我们到车上吃？好。可是到车上就掉屑屑。没关系。还是我们就在这里吃啊？这里吗？可以吗？这样。在这个糖棒的下面这里。好，可以开始。好。这是鸡屁股。对。你看我说的就是它这中间会粘在一起，我吃一看啊。买一个是对的，是没那么酥，因为我听不到声音，因为它有点凉掉，鱼丸比较好吃，真的。好了好了，就这样，先吃炸鸡，这家回家还是可以去炸，炸鸡，先吃，一人一只啊，一起吃。这样能吃三手哎！我看不到荧幕。它这样，它也是嫩的，但它吃起来的咸味比较重。嗯。那是我的吗？没有，我的。那我的那只哎？在下面啊。好。点鸡翅就好，鸡屁股不行。可啊，哎，对不起，拿错，你的是这个。你拍一下你的表情，感觉好像吃掉他的东西。黑眼圈很重。可是他们这都有一个共同之处，就是他们的皮都炸得就是很酥。哦，对。那我们就把这些吃一吃。我觉得鸡翅可以点啦，它的鸡翅还是那个 juicy 的。对。但我觉得整体而言，那个2326比较好吃。嗯。不是2326营业时间太少。对。真的很香，它的鸡翅。它也是尾巴可以吃的那一种。对。尾巴也是酥的。但这家跟那宜兰的差别，那个2326差别就是这家比较咸。对不起，没关系。镜头换了。但是它咸的话，你还是吃得下去，不会说咸到那种就是感觉怪怪。可是重口味还是有人喜欢啊。对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就吃完这。对。不要全部吃完，你吃完这一只就好。好。好，我们就前往下一家。我这个太难拍了，等下我要在那边拍。回家。是，吹了。
冷气也很好吃的店，就有冷气吹，然后又好吃，在基隆。十二桥。要加辣吗？要。要加辣。然后它的小菜超丰富的，你刚有拍吗？我刚小菜。好。这是红油抄手，对，就这样。然后这是萝卜糕。对。紫芬有辣没？红油抄手紫芬有辣没啦？然后这是鸡肉饭，鸡肉饭。然后鲨鱼烟是豆皮卷。它里面是有榨菜，然后这是我喜欢的甜点，桂花芋头，然后配这是油鸡腿吗？对，就是鸡腿。这帮我点一下，这是油鸡腿，很香哎。然后再来就是我的小卷米粉，哎不对，布拉提米粉。没有米粉啊，面疙瘩。面疙瘩，哎，那鲳鱼米粉没点。那鲳鱼米粉挂掉了，挂掉了吗？哦哦，它这里还有一个很好吃，是那个鲳鱼米粉，没点到。没有没有，吃不完啊。这个是那个布拉提的面疙瘩，就长这样。没关系。布拉提。那我们就开吃吧，开吃。好，那看一下我。我今天有点那个视觉失调。我喝一口汤，我已经闻到那个沙茶味。你要讲吗？哦，加血豆腐啦。这家冷气还蛮凉的，人很多，人超多，爆满。好，那就吃这个。还有一个西卤肉，又上了一道菜。还蛮多的，要拍个那个大全面的。来，我鸡肉饭。好吃吗？你吃了？他的饭，他的汁很多，然后他的饭也很均，然后。很 Q 哦，很 Q。然后它这边还有这个油葱酥，对。有冷气，你会不会还是很热？你要不要擦一下汗？来，我帮你隔一下，我帮你隔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好吃。那我吃一下我的面疙瘩。的面疙瘩。可我觉得它的小鱼好像不小，有点大。补充钙质。想吃它那红油抄手。怎样？会辣吗？还好。那我要吃。吃起来普通。啊？普通吗？哦，你要直接弄一块。有香菜的吗？有。所以我本说普通。可是我蛮喜欢的，我觉得它是没那么辣，但是后劲的麻比较明显。没那么辣，但是它的麻到后面比较明显。还是在差一点，差一点。这是你吃过的吗？没有，这是小块。它的冰箱里面有很多小菜，它还有烟熏猪头皮，我们没有买，因为太多了。
那个鲨鱼烟是偏肉的那一种，偏肉多的那种，我喜欢皮的。皮比较 Q。光明街有一家皮超 Q 的，100块150。150。150。哎，我试试看这个。芋头，那么大、哦。它上面都有那个桂花。我拍不好，我说我拍不好，没有说你可以。很好吃哎，对吗？我自己口爱，甜甜的，冰冰甜甜的，很好。我觉得这比较像甜点。嗯，好好吃哦，这个很好吃，这一定要拿。这可不可以外带回家？鸡肉饭。它酱汁就甜甜那一种。我觉得米粒是不是下面的有点软？因为泡在那个酱汁里面。泡太久。不过我们今天也没拍很久。这布拉提的，我真的觉得很香，布拉提的香气很重。我觉得都可以。它的面疙瘩没有像那种，是比较软的 Q， 不是硬的 Q。我喜欢面疙瘩，我喜欢硬的 Q。你听得懂吗？我要吃。我挖一个看看。因为软的 Q 它没有那么多面的香气，面粉的香气比较少。可我们之前吃那个米粉很好吃，要不然下次可以点米粉。它是很软，软的那种 Q， 软的 Q 就有一点点工厂感。我不知道是不是，但是据我的经验，萝卜糕，萝卜糕。那该不会是萝卜糕的酱吧？哦，你要挤在旁边。哦。你看，这怎么咕咚这么大？它滚了。你不要滚下去的，已经是这个距离。哎，我还没有看到切面呢。哦。好丑，我天哪！它是萝卜多的还是萝卜少？萝卜多的。真的啊？那我帮你啊。我试试看看，还萝卜，看不出萝卜，还是我现在今天眼睛对焦不了啊？这样，看看它酱，它酱单少一点，很咸。好，这萝卜糕好吃。我再蘸一次，刚蘸太多，很咸。萝卜糕本身有咸味，嗯，沾少一点就可以。它原本就有咸味。如何？我还是喜欢金丝大酒楼的萝卜糕。以普通的萝卜糕来比较的话，不要跟港式，不要跟港式或饮茶来比较的话，这间的萝卜糕是可以点的。嗯，我还没吃这个。对，慢一点。好，今天这间店呈现一个岁岁平安的概念。是烟熏豆皮卷吗？它这个，哦，有熏有熏。哇，我这个豆皮非常的厚，没切，那个比例上这块比较大。它味道很淡，这是正常。我觉得有烟熏啊。有烟熏，但是是里面那个本身榨菜就不行。对，我喜欢呢、欸，这
这道我喜欢，就是比较清淡的，可以，因为我很喜欢烟熏的。为什么喜欢烟熏？就很迷人啊。我们家那边不是还有一间是那个烟熏百叶豆腐，光明街那一条啊。这个白菜卤，很淡诶，普通。普通吗？嗯。我帮你瓦跟我一样，就是大概就是上面那个黄色，我们叶子比较多的。改啦！我记得以前我们是吃那个米粉的，我记得很好吃啊。然后萝卜糕我也记得还不错。萝卜糕煎的不错啊。它那萝卜里面。可能我还是喜欢有那个烧辣的。了解。然后这个白菜卤上面是有蛋酥的哦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是蛋酥。很香啊，很香。嗯，恰好就我刚刚那个。它的蛋酥很香。哦，这个我很喜欢。我们喜欢不一样。哦，你要吃鸡哦。好。哎，你没有粉吗？它很稀的。没有稀，就是鼓着，然后整个抽起来，它就很容易就抽起来。哦。嗯，它有咸，但是它的咸不会让你吃不下去的那种。看起来是亮亮的啊，就油鸡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哦。哦。可以，我觉得这个它整个吃起来的口感，这我喜欢。嗯。这很嫩呢，这可以点。而且它的味道很干净，是纯粹的意思吗？因为你会形容一道菜很脏吗？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它的味道很没有那种鸡的那种，好，没有鸡骚味。对，我刚形容的怪怪，对，它没有那个鸡的怪味道。这鸡的可以点，这个鸡在我在。它那个肉冻如果再多一点，就是我喜欢那种果冻鸡，它会有肉冻那种。反正你都没爱吃大鱼，这不好吃。我喜欢 Q 的。鲨鱼人不是会问你说你要肉多的还是那个皮多的吗？我喜欢皮多的。我喜欢皮多的。我很喜欢。最多这个，对吧？我没看见呢、啊，没关系，我先吃这个。怀疑是吧？我最喜欢你跟古力姆去出任务那一间，光明街那一间。嗯。150。对。不行，老了。你说这个鲨鱼？那我这个鸭血豆腐来吃一块。你哪一块豆腐？变淡。你今天觉得很多都很淡，那我再我也吃一个，我给你吃头，你再把它夹一块下来，我自己夹。好，你先弄。帮我点一下。哎，这。好像我觉得不够臭，没有臭味。它是鸭血豆腐还是鸭血臭豆腐？臭。哦，那它不臭哎，它不臭。那我觉得这不行，这道不好吃。那我还有鸭血啊。帮你啊。放在 oven 的碗。然后把它分开哦，这个不错哦，这个没有什么洞，这没有孔洞哦。刚刚那个设备坏掉了，过热，他这里休息一下。
那我刚刚吃到哪一档？刚刚吃到鸭血。这是有广角吗？没有，它屏幕只有，还是我在调。屏幕只有这样。对。哦，它其实有。十代跟十一代是同一代吗？看起来好像不太一样。对，这是鸭血。嗯，鸭血很好吃。那你要排个名吗？好，我先。好。嗯，我第一名给那个桂花芋头。第二名给蛋酥白菜卤，一定要加蛋酥，因为我觉得它有蛋酥很重要。第三名我给红油抄手。好。好，换我。我的第一名是那个鸡腿。第一名鸡腿。嗯，然后第二名是那个桂花芋头。桂花芋头。嗯，然后第三名的话是那个萝卜糕。啊？第三名萝卜糕。对，萝卜糕。我选萝卜糕。好啊，那我们就继续把它吃掉。然后我觉得这间店冷气还是不够冷。对，流汗。对，还是流汗。对，然后也死机了。对，然后我觉得不要点的是那个麻辣鸭血豆腐的豆腐。鸭血我觉得还可以，可麻辣鸭血夜市里面有一间很好吃，但超级热，它是在一个银行还是什么的，就那个骑楼，银行骑楼在下面，很尴尬。刚老板以为我要逃票，没有，我们不会干这种事情。那你刚在那尿尿尿的很不巧，我们已经吃完了，然后外带一堆，我拿一下外带在这，因为我们如果不外带的话，等下吃不下夜市。对，对啊，太尴尬了。可能他看我走出去，然后你又不见，他就以为我们没结账就要走。对，我那没事啊。好 ，sorry， 下哦，对，我刚，因为我刚以为是，我刚没有跟你讲，接口就是结账啊。那是冷气锁吗？我不知道，应该是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去那个夜市吃一下。嗯。然后我觉得这一家，它冷气没有到很强，可是我觉得它那个芋头，桂花芋头非常好吃，就可以，就是如果是。经过的话可以买一盒回去，对，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买甜点。对，甜点真的很好吃。加汤可以喝的。对，刚刚我们对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手工吗？变色龙。这是谁的小动物？好可爱哦、喔。这补习班的、欸。何家人的哎、欸。老板想养。感觉还蛮可爱的，有一些小动物。对，好，我觉得这一家，我觉得我之前我记得应该蛮久了，疫情前应该有吃，是疫情前吃的。然后我是觉得它的米粉还不错，然后我这次吃面疙瘩，我觉得面疙瘩不太行。然后我觉得灯有点亮。好，帮我。就是我觉得这样。我觉得今天可以点的，我觉得其实那个第一个就是那个桂花芋头嘛，桂花芋头可以点，然后再来就是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蛋酥西卤肉，因为它西卤肉，我后来想明白了，它的名字，它的菜名不是写那个白菜卤，对，它是写西卤肉，那就有蛋酥就在合理之中，情理之中。但是它才50块，我觉得蛮好吃的，我觉得可以点。然后那个红油抄手我觉得也不错，因为我觉得他家的那个香菜和花生都很香。然后你是喜欢鸡肉饭吗？对，我喜欢鸡肉饭。然后我觉得那个豆皮卷，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个豆芽菜的，它里面是榨菜吧？榨菜就是没有味道的榨菜。对，有味道就太咸。对，可是我觉得它的那个烟熏的那个做法是我喜欢的，因为其实烟熏很多那个豆皮它很咸，烟熏那个熏的，对，它很咸，所以我觉得今天吃的这个它的那个烟熏豆皮调味还不错。嗯。然后我觉得你说的那个榨菜很淡，其实是对的。因为榨菜也是在这道菜里面常常失控的东西，太咸的话就很吞不下去，真的完全吞不下去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吃一下夜市吧。对，口味什么美好时光。对，
然后旁边就是牛奶，综合的。好，我要吃。好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谢谢。面有蓝色。是吗？看得出，看出来。我觉得不好吃。好。我喜欢木瓜牛奶，有点，它的味道跟那牛奶不搭。对，还是它要单独，它不要吃综合好了。对，这个不要综合，这个单一。嗯。那个臭豆腐麻辣鸭血没有开，对，然后煎饺今天也没有开，可是煎饺已经不还好，然后我最爱的这一家有开。这家，这家好吃的是什么？这个龙骨髓汤，我要一碗龙骨髓汤。然后我要做这个板前，哎、欸、不行，我要做旁边，要不然我机器过热。我坐这边，这边的光对我友善。这样，好捞一下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还有一个啊，猪脑汤哎，再一个猪脑汤，少了一个。对，我觉得我是热晕了，好热哦。我觉得你对它很有爱，现在很热，因为现在这个很热，可是你还是愿意吃。它的汤是有那种中药吗？那种甜味。谢谢，好。这个另外一个是猪脑汤，我可以直接咬吗？可以啊。那你都咬了，我咬你。薯饼呢？这个猪啊？我都咬了。我说那我可以直接咬吗？好。他说可以，然后就。我听错了。难得 Elvin 要喝热汤，你看他的脸，他一点都不热。我对啊，我一点都不热，我就喝汤。嗯，他是那种中药那种。不一定，等一下。还好，他应该起火了，没有之前那么烫。好喝哎，好喝啊！它的那个是很顺的，就是汤汤很顺。我刚刚有翻白眼，但我今天这个有一点瞳孔放大，所以翻的不明显。如何？你喜欢吗？还不错，很好喝。好像喝到这，有想到那个牛妈妈的炒骨髓。牛妈妈，对，她炒骨，她那个热炒。没有，那个中立夜市那边也有一家那个羊肉炉，也有炒骨髓，是炒番茄的，也很好吃，很好吃。是在。那个停车场超难等。对，很多人啊。对。要不要换一下？好，换一下。我最喜欢猪脑，吃脑补脑，希望可以变聪明。哎，这可以吃吗？可以啊，那当归吧，我觉得是不用，没有那么刻苦克难，你要补的没那么多吧？这是什么部位？哎，不一样的味道，哎，不一样哎，就骨髓啊，骨头中间不是有一个那个骨髓？它抽那么漂亮，对啊，你不要漏了。我比较喜欢这个的味道，汤的味道。真的吗？嗯，我喜欢那个汤哎，那我跟你换。那我先把骨髓吃掉。啊？你说什么？要不然说什么？你说我喜欢那个，我说我喜欢他的那个骨髓汤，然后他说他先把骨髓吃掉。你这什么逻辑？这样会不会有人害怕？啊，不会啊，你帮我点一下，你帮我点一下。猪脑应该是蛮多人会喜欢吃，欸、你这个表情就怪怪的，不用这个表情。猪脑是蛮多人都能接受的，并没有啊，没有吗？没有吗？猪脑其实就是脂肪吧？是吗？满满胆固醇。我每次去海底捞都会买一个，一块猪脑，半份。半份我先吃，然后那个结账前再点半份，然后加用水烫手。对，因为有一个某个人很喜欢，他受不了。
他们对于原食物都很热爱，会吗？你把骨髓吃掉，我刚开玩笑，我有点吃不下。哦。这家真的很好喝，有没有爱喝汤的？如果喜欢喝汤，一定要来喝一下。你看还有其他的、啊，还有当归、羊肉、人参鸡这些。然后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猪脑汤和龙骨髓汤。好，我的来了，我汤来了。这两种汤的汤底是不同味道的，我们还以为是一样。OK。对，我要红鬼了。来，先别客气。那我们就吃完以后会拍下一家吗？你要看一下镜头。今天是礼拜一耶。他没有说他去宜兰，回到我们自己本身，哦，真的很热，很热，所以对他真的他的这个要有大爱，就是对他这个很有肯定。哎，在这块，为什么？肉夹馍，哎，哎呦，多少钱？90哎。90的肉夹馍吗？这家我最喜欢的是那个炸鱼，可是今天炸鱼又没了，我这样太晚来，每次都没有炸鱼。它的炸鱼很嫩，但是不是那种，不是怪怪的嫩，是鱼本身很嫩，很好吃。那我们今天就只能吃鸡卷，哎，我觉得今天出师不利，那个烤肉也没开，对，然后那个营养三明治也卖完，对，就是那个瑞芳的分店，它是被订完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对啊，那今天就只有鸡卷，有啊，就还是很酥味一片，对，这家的特色就是很，哎，那是皮吧？然后我没拍到，这样好，它是这样，看得到它酥酥的吗？画面的话应该看得到，因为它。油亮，你吃，太烫了，现炸，然后其实你可以撒那个，还有胡椒粉，对。一样好吃啊，还有嘞，可能它里面的馅料很好吃，我没有看到，放我吃，帮我拿一下哦。今天很可惜没有吃到炸鱼，但这家炸鱼真的很好吃。如果我来这家的话，一定要点他的炸鱼。要早一点来，他早上中午就开了，就是早上还中午。我们真的中午来他就有，可以 Google 一下时间。这个。这真是头发吗？是。看得到吗？有啊，音乐有看到一点点，你声音会低。有。我已经开了，还是不要？这是那个它的皮吧？哇，有听到酥酥的声音？有吗？嗯。哦，有。很薄脆。对。好香哦！大家吃一个这个。很烫，很烫，小心烫。上来一点点。下来一点点，这样。它里面是有蔬菜的，
不是那种很干很干的那种肉，是有一点 juicy juicy。哦，这是肉块，拍得到吗？会不会太亮？哦，有，这样可以。对，刚刚下面这样，再转下一点。好，可以，有，这样拍得到。它是整块肉块。两个，你看哦。嗯。两个石斛鱼汤。好好好。等一下。Yeah, only rice, two rice, one fish, one. No, one chicken rice, one the pork rice and the pork. Yeah. I find out for you, I find out for you. 它这个都是肉块，几乎啊每口都是要肉块。嗯，看得到吗？嗯，里面是肉块，这家很好吃。它有一点距离来拍的，是吗？没有没有，是你刚那个拍食物的时候就很烫嘛。我觉得好吃的。嗯。可是又太晚来了，那个炸鱼没有。炸鱼没有，对。它炸鱼真的是我北部吧？嗯。北部的北北基宜兰最喜欢的炸鱼。很烫，烫，放开。如何？还是很好吃的。嗯。它里面是有一点湿润。对。老板，你给我算就好了。谢谢你，全给我就好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哪一个？我烧肉，很快的，对，真的很好吃。这家的鸡卷真的不一样，它里面有整块的肉，嗯，这很好吃。它不是给更，它是它的它给出来的东西，它真的放，它真的放肉。没有啊，给更就是多出来的东西拿来卷一卷，然后去炸嘛。那它多出来的是肉，对，这要卷进去有肉块。你的汁要小心，因为没有东西接住。我等一下想再喝一个饮料。嗯。那我们今天基隆的这个虽然没有很多家，但我们喜欢的都有在。对。稍微吃一下，你去付钱，然后这个垃圾要拿着。好。还有点肉分。钱呢？我挂了。好。好。要找吗？要不要找？好，不用不用找，不用找。好，谢谢啊。好，我帮这边哦。后刷一 apple， 喂完啦。我要去全家。好走。再来全家一趟。有什么好喝的？快点，好热。哎。全家就是我家，好凉哦。好像，那这样，啊，那我们今天的基隆夜市大不成功，因为很多都没开。对啊，那个 Google 上都说我开，像那个烤肉说我开，然后就都没开。对，但是我们吃了十二巧。对，我觉得十二巧还不好吃。比较有一些改变，我觉得那个面疙瘩不能点，可能米粉比较好吃。嗯。然后刚刚吃的那个，啊，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子，抱着遗憾离开基隆，拜拜。拜拜。